那我们走，去跟他说阿贝，请玩弄他。阿贝，请玩弄我。阿贝，有人想要被你玩弄。我跟阿贝喊话，阿贝，请玩弄我。走呗，走啊！哪有那么高的啊？我哪有100？不要吵啦，赶快走啦！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到不具大人的频道。Hello. 今天到的是柳福村。没有默契，再来是六福村。Oh boy！ 每当那个在转的时候，我就不小心甩，然后就甩高了。耶！现在做旋转木马。旋什么？哦，排队，我要。你明天还要转吗？哎，这个是转一圈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这是。哎，我们缓慢前行。你好黑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们需要做一点心理建设再来玩这个该死的游戏。因为它开到6:30，我们到晚上再来玩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激动，好不好？做完就开始呕吐，对。你知道这是大怒神吗？对啊，这是大怒神啊！对，这个是要穿雨衣的那一个。对，然后我现在要先做这一个。耶 ！Let's go！我在这。战士归来，把你捏死。捏。这位要先声世主，玩一下大怒神，观察到不明生物。OK， 他上来咯，他在右边的第二个，哇，干巴爹，天哪，好高哦，真的受不了，我听到他叫声，哇，哎，就这样结束了，我已经结束了，超好玩，干嘛？你刚刚听到我叫啊？有啊，我听到你叫的。词语一放，我们想要来做这个施暴你游戏，大怒神超好玩，不要，好可怕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拒绝，都要教师一点啊，我整个裙子被女友撕掉，我觉得这个没有很可怕，耶，老油精。很好玩呢、欸，你知道刚上面这位仁兄叫的有多激烈？他就是这样，然后我就一直笑。你看，你刚刚整个脸就是像快要死掉的感觉。你刚刚真的是这样，那脸真的是，我真的觉得你感觉很要砍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做完了。Round two。什么饭？什么碗饭？早饭？不知是什么的饭。现在来吃午餐喽，然后午餐吃冰淇淋。你不能吃啊、喔！看我很大一个哎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吃一口看看，它还有芒果口味的。很像优格，但是很黏的那种，像太白粉加太多的感觉。你吃旁边，可乐。鸡排，好烫、哦，它才刚烤好。刚炸我都只有吃到皮而已，很香哎，很香哎，会辣吗？
够搞笑。这张好看吗？很好看啊，这个很厉害。你说什么？真的吗？很厉害。等一下，我想要听你刚刚说的那句。我说摸皮的很厉害。每每，然后跟那个在转的时候，我就不小心甩到跟帅哥的旁边，然后跟帅哥住在一起。最近一直在重复上演，就是一直被困在大雨里面的两个人，被困一小时之后，我们终于要重出江湖。买水，你好了吗？我们应该，哎，我今天我有想说，干脆要不要直接带拖鞋算了？我就是在，哦，带拖鞋怕我脚会痛，想算。要开始转了。有没有期待？我要守住这个不能转。我今天就一直。好玩吗？对嘛，跟你还不错，它很快啊，转得很快啊。屁啊，我根本就没转。不是，我是说它本身运作得很快，我以为很慢。啊！打雷吗？打雷吗？打雷吗？我江代好像来自某个民族的，我来自呼啦啦啦。打雷吗？打雷吗？打雷吗？你这好像那个预言哦。哎呦！谢谢。还是以前那个味道。那个阿伯怎么没有多耍我？对啊，人家耍你耍好少，只有耍两下。他应该玩弄我啊。蛮敷衍的哟，阿伯。他很敷衍的玩弄我两下，然后就给了。他是不是看你，看我在拍很紧张？他要玩弄我啊！我就是要他玩弄我。啊，那我们走去跟他说，阿伯，请玩弄他。阿伯请玩弄我，阿伯，因为想要被你玩弄。我跟阿伯喊话，阿伯请玩弄我。我要艾特土耳其老板。我看那个淡水那一间超会玩的，淡水那间耍你耍很多。对啊，可能阿伯最近那个手肘发炎。对啊，阿伯那个职业伤害啊，太多次了，不行再玩了，耍太多小美女了。对，我在此发誓 ，YouTube 破500,000，我就来搭这个可怕的东西。但消费要100万。我们要慢慢的回去。这该死的臭虫直奔我们而来。我们刚刚要错过公车了，各位。进时钟。我们等到放烟火了。好漂亮哦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拜拜，耶、yeah! ！